边欺负人呐、啊，罗玉农，我警告你，没你的事就滚远一点。你可以看他不爽，我不能看不爽、啊。怎样？怎么样？请你喝。好。陈先生。放心啦，等到我赚大钱啊，我就把你接过来跟我们两个一起住，好不好？赚什么钱啊？连吃饱的钱都不够，跟人家赚钱？拿去。不要啦，你收着，不要这样，这很难看啦。不要啦，去。